精神淘宝聊吗黑料公司超过半年的说唱秀 Crazy Momo 们风桃秀终于在6月29号登场，而她今年刚从美国高中毕业的女儿豆豆也惊喜现身。妈妈，哎，谁来了？哎，先跟大家问好，对不起。大家好。最近在忙什么？我们用一首歌来讲。最最想做什么事？十八岁可以喝酒了。你要喝酒是你最想做的事吗？没有很想，但是就家里常常会有人来一起喝，常常那个叔叔阿姨来喝完就在地上爬来爬去，还翻我们家那个铁栏杆呢。你把我的朋友都形容成爬虫类吗？爬来爬去，好，不要再讲了。We'll be总是把我天生优雅感触着，就算感言也要稍微拒绝，告诉你真的很棒。十八岁了，他现在最近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准备考驾照。每天早上8:30就到驾训班报到了。开得怎么样？我自己觉得很好啊。请问你考到驾照第一个要载谁？弟弟啊。哦，好险。为什么要第一个载弟弟？为什么那么害怕？啊？我那么害怕？就是说，因为像我记得我考到驾照的第一天，我去领车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坐在后面，然后我油门一踩是倒档，我忘记，我就撞了邻居家的铁门。所以才要让弟弟第一个坐。好，谢谢你替我们老人家。要撞就先撞他。No， 希望你们安全。开玩笑，看我安全驾驶。